在找那个背景音乐啊，然后发现马上好啊，马上好，你们耐心的等我一下。哦，我想想放哪。哎呀，好尬好尬。对吗？是这样跳的吗？好了，我只来一遍啊，因为我还没学，我还没有完全学会。果然哈，跳个舞来了这么多人，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跳一遍啊。好家伙，你们都录屏了是吧？别闹别闹啊，这个我真的没有正儿八经的学，一会儿我下播了我好好学一下，我今天一定给大家出个视频好不好，你们关注一下，我们今天这个账号一定会发出去的啊，一定会发出去。所以说大家截图了，你们真的是，以后不给你们跳了啊，我偶像包袱很重的。感谢瑞鹏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欢迎你们来，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，我们把小关注给点一点啊。男默女泪，男的沉默，女的流泪了是吗？感谢张国老的点赞啊，欢迎朱哈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我们这里是河南合众新沃沃尔沃啊。然后这台车型的话呢，主播也给大家讲完了，我们接下来再换一台车给大家看，你们想看哪个车？S90好不好？来，咱们看看这个车啊，这个刚才在直播间，最那啥的啊，热度最高的一个，感谢大家送的小礼物啊，谢谢你们。刚才有好多人要看这个车，是不是？你们刚跳过舞觉得怎么样？觉得还好的话扣个一啊，然后我等会儿再给大家跳一个，好不好？主要是这个舞。我没有认真去学，我今天一定好好研究一下，我们出个视频，你们期待一下，把我们家小关注给我们点上啊，欢迎大家。想看 S90 是吗？14啊，来，我身后这个就是 S90 啊，这个车型的话呢，它是我们沃尔沃的旗舰车型，配置非常的高，你帮我开个美颜，开了有，开了有是吧？好不好看？嗯，来，大家看它的车头，吓死我了！咱们这个车头是一个非常圆润饱满的车头，你从它的正前方看 S90，它是非常大气稳重有气场的啊。如果你是一个这样的人，你一定要买一台跟你气质相符的 S90，好不好？咱们这个车哈，配置高在哪儿了？我给大家讲一下，我们全系标配的有 City Assist 城市安全辅助系统，以及我们的座椅加热、老板按键、盲点监测、外后视镜自动下翻、疲劳驾驶提醒、胎压监测，以及我们的无钥匙进入和感应式开启的后尾门。我有社交恐惧症，你们仨对着我前面，我真的要吓死了啊！带劲是吗？好，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朋友们非常感谢，我以后会多给大家跳舞的啊，只要你们喜欢。感谢我是小周 W 的点赞。来，咱们这个价格主播给大家讲一下啊，我们在直播间的报价呢，入门级是33起步的，中配是36，然后高配的话是39啊。如果你们想了解更低，你们一定要去抖音后台去咨询我们家的小姐姐，或者屏幕最下方蓝色的小雪花点进去留资，我们给你报个抖音粉丝专享福利价格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雷神之锤大灯啊，这个是人人都知道的，众所周知的沃尔沃专利设计雷神之锤。那这个大灯的话呢，它的设计灵感是来源于北欧的神话故事啊，雷神索尔的武器。而且呢，我们这个大灯也是非常有实力的，它获得过红点至尊设计大奖，能歌善舞的才艺小姐姐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，朋友们，这才刚刚开始啊，你们一定要把关注给点上，好不好？以后想要这个表演才艺的话，主播给大家安排上啊，我会的多着呢，唱跳 rap 都可以，样样精通，吹拉弹唱啊。然后不只是会讲车，感谢我们的制服祥啊，谢谢你的点赞，谢谢小周送的小礼物。你们没有点关注的，左上角把关注点一点，灯牌给我们亮一亮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换个位置啊，带大家看它的一个侧面。你好坏呀，你也不给我挪一下镜头。来，大家看它的侧面，侧面的话，咱们这个车长呢
因为这个车比较大啊，尺寸很大，所以说它车长也比较长，我们一个镜头收不进去。咱们这款车呢，可以达到5.090米的一个车长，然后是3.061米的轴距啊，所以说你刚才好多朋友想要空间大一点的车，那么你们一定要选择我们的 S90。咱们 S90这款车型的话，你坐到后排，你的膝部可以达到半臂长啊，所以说。